哇，双辣粉来啦！你看我旁边站一个我女儿，逼逼赖赖的在那里，说我泡得太辣了，她没得吃。我把这个兜给倒出来，因为刚才她没吃了。好多好多配料，你看这些配料超级多的，花生，豆皮，还有干菜，麻辣口味，说吃起来是特别爽啊。爽极啊！这特别烫。吃外面吃不到这个口味，爽爽辣辣。太烫了，不吃了。